锤他，我先去锤他，我直接去锤他。我楼顶，他从三十层楼掉下来的，我救不了你兄弟，他拿枪来追我了，拜拜。扛我走，扛我走。我有包了，这还有一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么远给他压死了。还有吗？还有还有还有，我旁边的房子就在这个栋楼里。我来帮你。我操，我旁边装置。呼结束了。哎呀，差点这么一点。再两个呢？打头打头了，右边右边那个，右边外面那个铁栏上，来个烟杯。我操！我操，抓过来了！来车。我不敢扫他了，我怕他撞我，兄弟，我吐了。我他妈去偷人！哎，别吐了！我不敢扫了，我怕他撞我。我可以帮你串着啊！来加死 ，OK。爽坏了，兄弟！哎，不蹲的，爽坏了！我操！爽坏了！他们能不能还下手啊？我操！不是，太想赢了，要不放他一马吧？是不是？放他一马吧，马上就得把他打死。来来，那我就放。我可以上去把他打死。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右边。还有还有，左边。我淹死了。有人不救我，我操，就他打的我 OMG 坤坤，好像是他们，就在这招飞起来，他飞起来直接两枪头，好帅啊他。哇塞，你们怎么草的右边？这么强！第一次呀！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！对对对，右的，趴着的，这个吗？对啊，就是。一打三，卡片三个。量子侠，干嘛？为什么 team 呢？啊，为什么不救我？他非常害怕，直接压他。我就问你，他你觉得他怕不怕我？啊，很怕。你在装什么？吊子吧。在装什么？